原标题风云人物杜月笙，如何用十年成为上海三巨头之一。说起杜月笙，熟知历史的人一定对他比较了解。他的一生坎坷但却传奇，他三岁丧母，五岁丧父，之后被继母收养，但继母两年后又去世了，就被舅舅收养。十四岁开始外出打工，从一个水果店的打杂工混到了上海滩的黑帮老大。这一生他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也是一个两面人物，有人憎恨他，有人敬佩他。那年仅24岁的他如何用十年成为上海三巨头之一呢？其实小编认为主要是他个人性格特点和当时上海混乱的时局造就了他。他性格特点有一，聪明机智，敢做敢当，胆识过人。他14岁时在水果店打工，后来觉得水果店打工挣不了几个钱，便进了黄金荣的黑帮。有一次黑帮的鸦片失窃，他竟然主动请缨向黄金荣太太要来一把枪，并凭着他自己的智慧与胆识找回了鸦片。同时黄金荣太太为了考验他，给了他一大笔钱，他用来还清自己的债务后，不仅没有用来吃喝嫖赌，反而把钱分给了自己的兄弟，因此慢慢的得到黄金荣赏识。二，他极具生意头脑，在经营方面比较擅长。他一边在给黄金荣打工的同时，自己在背地里开了一家公司，经营鸦片生意，公司发展的也很好。三，善于结交朋友，他在忙生意的时候也会特地结交一些官场上的人，如有时候他会故意去一些达官贵人经常去的地方，故意与他们交流。比如他在百乐门就结识了孙中山的儿子，同时他还结识了蒋介石、宋子文等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心机。同时在民国那个动荡的时代，蒋介石需要他去帮忙做事，因此他也被提拔，政场上也有人撑腰，因此他也被这个时代所塑造。最后小编对他的评价是，他是黑帮老大，他在整个上海滩叱咤风云，呼风唤雨。他同时也结交了不少官场人物，黑白两道通吃，但同时他也很爱国，成立抗日后援会，大力发展教育，成立公司解决工人就业问题。他很有金融头脑，他公司一年的收入可以抵得上民国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这就是杜月笙。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